阮囝予你害到也无够凄惨是？你即要过来创啥？妈，你误会啦，是等咱甲我斗三工，我才会当得去好好做校长的啦。我拄则拢有听着，我才想要问你咧，这到底是安怎？你别只好讲啦，我偷偷向你解释。代志差不多就是安尼啦。啊，担当的真正只是哦，好意跟我斗三工，真正无把你气大啦。你也毋是毋捌吃过伊的亏啊啦，哈！这样简单就会骗去，何况伊阁是用这款买收董事会的垃圾手段，安尼你也好多接受？妈，迄毋是买收呢，啊，校长的位置本来就是我的啊。进前我是因为予人挑工误赖的。而且，我只是转去原本属于我的位置尔，迄个有啥物唔对？敢讲爱我参照进前同款，啥物代志哦，拢乖乖照规矩来，啊，然后目睭金金，看到学校遐个人继续做歹，欺负青天。董事长讲那无唔对啦，若是当让伊转去原本的职位啊，让伊主持正义啊，安尼即个必要之物，马上我来担啦。你甲我掂去啦。你有才调骗这个囡仔，无才调骗我啦。那你陈忠诚哦，我是捌甲有存。你心肝咧着什么算盘，我足清楚的。其实一开始哦，我嘛是唔相信啦。啊，不过后来我甲所有有可能发生的状况拢想过啊。啊，参照我进前啊，袂输一只过街老鼠的状况，所以陈董也真正无必要冒这个险来接近我。周丽萍，你烦恼恁囝的心情，我会当体谅啦。啊，不过董俊好歹读到博士呢，伊的头壳，你敢真正搁会怀疑哦？妈，我只是认为，食过这一摆树头，今仔日记得利益就是咱，咱等到去怀疑，有人想要偷咱的好处，安尼不应该才对啊。我再讲，我认同陈董所讲的话，你会当唔相信伊，啊，不过你要相信我甲董俊，董俊绝对无可能会着一个校长的位置去替陈董的做一块违规三做的代志。因两个拢已经讲到安尼啊，我若继续坚持，顶多会造成因的压力。最近两个某已经吃出侪苦，我无应该阁造成因的负担。过去都想顺因的意，才看事办事。陈忠诚，我今日就看在阮后生还阁阮新妇的面子，想卖甲你计较。啊，不过若是爱我甲你开嘴说多些，歹势，我做袂。你无需要跟我说多些，因为这件代志跟你无关系。而且咱的恩怨嘛未算清楚，我真单纯，就是欣赏董俊是一个人才呢。好啦，这我拄只做个碰饼，赶紧吃。多谢。是袂够等等的七零九，个人做碰饼。这是细汉的时候，那我妈妈喊我做点心吃的啦。因为我真正食乌糖啊，所以嘛伫个内面藏乌糖。但呢是感觉伤甜，也是无合恁个口味哦，蛮见怪。那这里多好，董俊嘛真爱食乌糖呢。有影，我嘛同款呢。我还记得细汉的时阵哦，我妈妈伊特别哦，迄碰饼烘好啊，我等袂赴，我就赶紧夹一嘴啊。结果内面啊，都走出来。对吼。本来拢袂记咧，陈忠诚伊自少年就爱食芋头，甲董俊的口味相像啊相像。嗨，大家好，我是吴宗宪，是哪个？我是徐乃麟，我是台湾熊秀，我上陈美宏，我是蔡康永。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S， 我们是号角响起，祝福三立新闻网。
10周年生日快乐！李家杯就和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哇，好快哦，生日快乐。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